我是公共列车的那八十年。5月11号，然后台站台北站10:19。我来的是4107次，全员限高速领的1514加上580全车。对，台北站是银行。哎，是台北站昆明站办事的。拜拜，我的 EMU 514加上15580全车，在台北站试一下。然后下面干嘛？咱们都丢我们大机关片，刚刚支持就拿800。好，就到刚刚支持路下面个嘛，咱们都丢我们大机关片，就拿800。台北苗栗区。